代表现代爵士乐演奏的最佳范例，点燃无数爵士音乐人梦想的林肯中心爵士乐团，将于3月12日莅临星海音乐厅，其灵魂人物温顿·马萨利斯将领衔十几名乐手，为广州观众带来2018-2019广州爵士音乐节最后一场 live 音乐会，也是2019广州爵士音乐节5周年的重头戏。这并非温顿·马萨利斯首次访穗，早在2000年，当时已是世界顶级爵士音乐家的他，曾率领林肯中心爵士乐团在星海音乐厅演出，轰动羊城。时隔19年，这位世界顶尖的爵士乐大师再次来到星海音乐厅，带来爵士教科书般的演绎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